所以一切宗教所皈依的神圣，神圣教人也是一个爱字，神爱世人。上帝之爱，神圣之爱，佛陀之爱，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。你称扬他们，他们爱你，你回谤他们，他们还是爱你，决定没有改变。基督教、天主教讲的天堂，伊斯兰教讲的天元，佛家讲的极乐世界，讲的一真法界，名义而实同啊！大家用的名词术语不一样，意义境界完全相同。他说：“我不信佛教了，我信天主教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天主教是真佛，真的菩萨，一点都不错。”他有智慧呀！天主教的修女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呐、天主教的神父阿弥陀佛的化身呐、我们寺庙的佛菩萨都是假的，磨在那里装的，不是真的呀！往生论注解里面说道。谭鸾法师讲的末法时期这个寺院庵堂啊，都是修罗罗刹在做住宅，不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天主教看到，在其他宗教里面看到，